Whatever it is. 哎，张姐。 有，在你那边。这个要加，好，这样是按嘛。
刚都不住下来。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为五人，已足法定人数，请各位委员推举本次会议主席。好，不好意思，那我就拖大了哈。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17年3月8日星期四上午9时至12时，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一：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及地点，业经本院第九届第五会期第二次会议决定照案通过在案。二、宣读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人名册。柯建明、李俊毅、尤美女、段宜康、周春米、钟孔照、许志杰、蔡其昌、王金平、林德福、吴志阳、林维洲、徐玉仁、黄国昌。选举事项：选举第九届第五会期本会召集委员说明。一、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立法院各委员会自召集委员二人，由各委员会委员与每会期互选产生，其选举办法另定之。另一、立法院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办法第五条规定，召集委员之选举以无记名单计法票选之，但经各该委员会全体委员或经各党团及未参加党团之该委员会委员之书面同意，亦得以推选方式行之。宣读完毕。好，现在我们进行选举事项。今天会议是进行第九届第五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本会期参加本会我的委员共计14位。依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之四规定，应选举召集委员二人。因为我们并没有讨论这个推选的用推选的方式啊，那各个党团也没有代表都到啊，也没有书面的同意啊，所以我们必须用票选方式进行。好，我们现在先请各位委员推举发票员、唱票员、计票员及监票员各一人。我们依惯例，我们可以由发票员来兼监票员，然后唱票员兼计票员。那如果没有自告奋勇，这个吴委员、志阳兄，我看就我们两个人来，就不要再偏劳别人了吧。主席不行，我不行啊，那你可以啊。那这个周春敏委员自愿吗？好，那我们就由，因为他举手了，你是不举手，还是我误解你的意思？你是跟我打招呼还是举手？哦，你跟我打招呼啊。好，我们请周春米委员担任发票员兼监票员，我们请吴志阳委员担任唱票员兼计票员。投票截止时间为中午12时整，若本会全体委员均已完成投票，则提前截止并提早进行开票。意思说，就是说我们14位委员如果在哪一个时间都完成投票的话，我们就完成投票之后就可以提早进行开票。好，现在开始投票，请委员领票。那我跟委员各位委员看一下这个选票的样章哈，因为每一位委员的名字都在上面，因为这一次啊做的这个选票格子比较小，那么请各位委员投票的时候要注意啊，不要盖到这个，要盖到格子里面哈。好，我们现在开始投票，请各位来领票。好，请各位验票，这个看验票箱哈。
开。
好，跟委员会报告，全体委员均已投票完毕，现在进行开票。段宜康一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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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志扬一票，吴志扬一票，段宜康一票，段宜康一票，吴志扬一票，吴志扬一票。段宜康一票，段宜康一票，吴志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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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段宜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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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票。段宜康一票，段宜康一票，吴志扬一票，吴志扬一票。好，以上。跟委员会报告，报告选举结果：应到委员14位，实到委员14位，发出票数14张。开出有效票数14张，无效票数0张。委员得票数分别为：段委员宜康得票9票，吴委员志扬得票5票。本会期本会召集委员选举结果，由段委员宜康及吴委员志扬两位当选本会召集委员。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